哇哦，这什么东西？对不起，拍谁？拍谁？拍谁？
又高、哦。我打完了。21分钟，18 18 18 18，原来我打的是两人血量哦，我的天！好，哎，我开，等一下，你给他等我下，我先慢慢来啊。我需要飓风一下。最爱古雷，体力增强。龙好猪是一个洞吗？对啊。好。要不我等下我先进去，你再进来。嗯，看看。好、啊。
要啊。算了，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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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哎，您做好了没？攻击手势是蒙牛龙带出来的。昏厥耐心。其实你做之后可以直接做整套的那个喉咙装。啊？整套的喉咙装。整套轰龙装，他的技能，他保命的就是有防音，然后还有，还有技能还有带快吃，然后他的奇异是那个，就是那个那个叫什么，攻击。就是吃东西有一定几率不会消耗的那个。哦，结石猪哦。那更三维表几率比较高一点。我记得没说是这样。好了，你好了吗？我再等一下，我再重新做装备。白痴。再做。那我先进去了。嗯。轰隆哦！先看他技能，我进来了。满足感记忆哦。有塞攻击，算是还不错的装备了。那你可以进来了，那我先找他。都没有痕迹啊。
是轰隆。怎么不能叫？麻痹了。他还可以再撞一次。奇怪，我就看到你的猫而已。傻眼，是要去哪里啊？小宅，而且要直接开红。来，又回来了。这问题好多啊。
打的。什么叫都不会来啊？你说那个宠物吗？对啊，我是有啊。骑到了，那帮我多画一下脚。为什么没有？啊？为什么会没有？
去哪里？我也想问呢、啊。汪！我又坏掉了吧？我不动了哦，没事。他在五吗？是假的，不会吧？他解开了。他只看得到你，看不到我。该不会吧？也不错啊。没有啊，下去。他下去找你了？没有吧，看起来不像，而且他晃眼，他跑了啦。嗯，哦、oh。